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分红，2023年11月28日，星期二。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入口处附近，阿里山火车站 7-11 邮局、电信局、会馆、旅社区等都有分红可观赏。沿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小笠原山柱山直升机停机坪对高越车站慈云寺等分红都已进入观赏席。重建后的柱山火车站2023年11月21日已重新启用，前往观景台和月台都可搭电梯前往，也可走楼梯。
姐妹谈可以拍到枫红家倒影的画面。嗨，我是背包客大叔。爱在台湾旅游，每次都会当天贴文并上传影片到 YouTube。想了解最新的花矿、瀑布水矿、旅游的参考资料和建议吗？快来订阅我的频道，让我为您提供最新的花矿、瀑布水矿、旅游的参考资料和建议。